那我们身上所带的手巾，可以的话，尽量在震动，是方巾，请大家能够配合。那你们啊，他就呆到，哎呀，你真的震动。尊耶稣教会、隆昌教会七十周年感恩特别聚会，聚会开始，我们请注目传道谢宗勇传道来主礼。我们诸位长老执事，我们在座的所有的长辈们，传道同工，还有所有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即将开始我们这次的七十周年感恩特别聚会。在开始以前，我们用欢喜感恩的心来预备，我们同心默祷。323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信息您属灵的真教会，是用您宝血买来的。您应许凡是相信接受并遵循您真理的人必然得救。主啊，你的信实永远长存，在70年前你的圣灵运行在台湾东部海岸，就你的仆人照着你的旨意在龙昌社区传达您救人的福音。感谢主，在你的怜悯之下拣选了接受您真理的信徒，并建立了真耶稣教会，在龙昌社区高举你的圣名，直到如今已满70周年。在主你的带领保守眷顾平安的度过，今天我们众信徒在你的圣所里带着满满的感恩，借着祷告献上愿慈悲的天父悦纳。主啊，我们除了感谢之外，我们还要不住地恳求你继续带领龙昌教会树林的各项圣功，满了70周年以后传扬得救福音的圣功重新再眺望起来，使福音永续推展，也保守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和家庭平安喜乐，更保守我们统领一个也不失落，也恳求您带领我们今天感恩特别聚会从开始直到结束能够平安顺利。我们已愿将一切在至高之处的荣耀尊贵颂赞都归在主耶稣你的名下，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在地上平安福气归于你所喜悦的龙昌教会及众圣徒啊弟兄姊妹。哈利路亚，阿门。请坐。至此我们龙昌教会的教务昌圣恩执事致辞。看到是的话要给我们爱要我们安放给他如果给你爱把给我爱给他们互动给他下我就落给你一下自己来要鼓励他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在这里首先叫奉主书圣灵来这边代表我们龙昌教会来向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宾来致欢迎跟感谢。首先感谢天上的真神耶稣基督他的慈爱跟美好的安排，今天一早看到我们的天气是这么的晴朗美好，真神特别的恩赐。其实要感谢我们来自各地教会，尤其早上第一个报道的是最遥远的北区的还有中区的弟兄姐妹，你们今天来到龙昌教会，我们一起来参加龙昌教会成立70周年感恩特别聚会，心中有无限的感谢。龙昌教会蒙神带领跟祝福一直到现在
已经成立了70周年，我们传承的真理、圣灵，还有神迹的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我们到现在有传承到第4代、第5代，所以我们为了要感谢神的恩典跟祝福，以及能够继续来传承这样真理的信仰，在《生命记》32章。第7节告诉我们，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所以我们今天为了要感谢神，也要特别要将这样子美好的信仰见证能够传承下去，所以我们特别成立了70周年的感恩特别聚会。我们的主题刚好是能够眺望70，在准备这样的工作，有很多热心的我们的长辈，龙神的祝福，让他们有这样的一种思想，要成立70周年，能够让大家再次的发起热心，所以我们能够向如果眺望，让这份信仰传承下去，所以有很多热心的外出的青年大大的出力，能够将这次的70周年的盛大的活动能够办得尽善尽美，我们能够如愿的在今天能够成立70周年的特别感恩聚会。所以我们在这里最后要代表龙昌教会，要向所有的莅临的弟兄姐妹，还有来宾朋友，要向大家再次的来感谢，是让我们十万分的感谢跟欢迎之意。我们求神继续带领我们龙昌教会未来的10年、20年，一直要延伸到100年以后，能够继续的延伸下去，而且是如火烧旺继续的发展，最后愿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都归主耶稣的圣名，平安福气临到我们所有在座的弟兄姐妹同你身上，哈利路亚，阿门。谢谢汤执事的支持。历任驻牧传道代表勉励，请陈进荣传道。エリア、ミリバンチャリガガミエスキリスト代表と2月6日のミタンクアイホアリンドシアアパツアイトスワハリリア、奉主聖名来代表历任传道来说感谢的话。タタマステ、我看到过パルツアルトニカビクツのスコムガイの教会とササファイ。小弟非常感动，我们执务会所指定由我来说感言。什么好一定然后阿罗马来和我同埃诺，你刚刚刚才诺我比诺十三万埃，因为呢在底下有很多资深的传道，我也还有一张米丹多，听你丹多还能阿方丢盖，这些资深传道呢比我们优先的世界的来到。農場来注目是好意啊，马扎克马古古多隆埃诺拜伊诺西苏基丘姆姆米达好意，萨伊提拉啊，那些弗鲁特托尼加萨卡比达瓦尔诺丘盖斯伊林西亚多伊丹多埃霍阿丁诺夏伊提里。当时呢，植物会呢告知我说来代表第一任传道说感言呢，我心中非常的感动啊，植物会还是有想到过去历任的传道。이불은사라던하위한이주도는스타방하위불은이짱이라까리두사이기네안단도스사바에
我回顾呢，在民国八十五年的时候呢，我本身住过两年的时间。所以今年好的就龙年好，我就修今年好，今年一共三十八年。当时在八十六年，正好呢是我们龙昌教会的五十周年，小弟正好呢注入我们龙昌教会。所以把安好一，可能更多时间啊，我们会做多少工作？阿弥陀佛，一定一我就修今年。说真的，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那现在已经迈入了七十年。那你好的，那那就是给您做做那个同龄人啊，那教会那边大部分人吧。那现在呢，我们龙昌教会已经成立七十年了。所以说呢，教牧一说你好的，但是我做那个我是做师傅牧会都是都看过那代牧同龄人啊。那呢，我们为了成立庆祝感恩聚会七十周年呢。是呢，主耶稣基督的圣灵的感动，我们职务人员来举办。아니무가슨동아는아고어하이츠는그러니까신부입니다在此呢，借着这样的一种成立呢，来再次的眺望我们每一位姐妹的信心。동아는아빠로와我们不断的增加，还有眺望。이때그걸가면서하던我在回顾的在想。오늘은하위소가자오늘가와서비우인바퀄로즈기다란고다융다인다이포다이아니아니아니가비신고我相信呢，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呢，不管是第四代、第五代的信仰的，是主耶稣来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오늘가비두두츠미다도노리든나는고하나님가비신고那我们来将长辈的信仰来做传承。사이들이디모데후서在提摩太后书第一小第一章三十三十三十四一节到三节오늘은하위오니까기니비루후안도나치보로안고스기티니기마다루가와스고토토마이노니까비키시노비라토오리부야因为呢，这个保罗呢，因着主耶稣的他的话语来激励自己，来献他的一生。哎呀，我一个都中年了，把你们奥托米拉带进诺米拉多，妈咪库都是多带呀，诺米拉哈那也不拿去提莫内。因此呢，他就吩咐了他要做传承的这个提莫太传道。反正不拿谁过，诺米拉好一点。如果是呢，我们来读了解这个圣经。那现在都一诺里底基哈那那翻在哪吗？这个就是呢，属灵的这个果。那一定应该比扎扎诺林多夏多纳基波罗。就是呢，从保罗传道人呢，所传承的交办。那你今天在以马莫维纳，那你提莫的从这个提莫泰的外祖母还有他的母亲，卢山一丁尼即提莫的安来付出出努力一直能传承到提莫泰，存记在他心里我那尼个阿里姆盖阿米东纳你巴罗多纳比辛苦那你提莫的导致呢，让这个提莫泰呢。发自内心的兴旺起来呢？马东塞罗那个比遗憾就是因为呢百般的关心。马东塞罗卢萨就是呢充满了泪水。马东塞罗萨巴瓦充满了代祷。他都伊莱萨那个都讲诺克里姆加一个比东亚的卡鲁马诺辛苦的难度的导致呢让这个提摩太呢再次的加添眺望他的信心。所以伊莱萨那雷姆多那那那就属于你们。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的感恩特别机会的这个题目呢，马林先生，就是眺望，董大人增加，马罗胜，我们在复兴，那一定能够呢，题目在国秀一秀三节，在题目在破出了第一章第三节，那个上来哪三节，一直到第七节，不，不是那一诺啊，米丹丘都啊，米丹都爱破啊，电脑下啊，把自在都。那天的反差也不大。在此呢，小弟呢代表呢历任众人传道，用圣经的道理来彼此来互相来勉励。三个字在。第一点，我答应你的弟弟，阿耀哥哥，我是好意，把你们家的阿弥东啊，阿罗。那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功呢，我们再一次的眺望起来。第二个呢，第三节，在这个第三节，说你波罗达，他们刚香港都搞哇斯就是呢，保罗所说的，我要感谢神。那搞哇斯多年呢，好，那一天呢，伊发起发起，伊得平安平安，米扎达安玛哥，那一天呢，反正呢，波罗做了玛哥，还能来顾你个大呀。因此呢，我是建立祖先呢，用清洁良心所侍奉的神。所以今天呢，能量就修给你好意。所以说呢，我们面对这个七十年，把你们看成东西的阿弥东啊。我们要发自内心的不断的眺望加添复兴
年底你还有这么大财富做你们的工作大家请来呢我们为你所做的公司发自良心来做那一定你的公民能够改变你的在我们教会的成立好过哎公民单独爱国你刚才做的跟你的你刚才说的渣渣你单独爱你单单看见就是呢祝福我农村教会的传道呢接续历史很多的传道好过爱多过如果在习主席习近平下看见自己说教会里所案例的知识有多少那跟了那个你单独搞定我回复我想一想当时我祝福在这里我说你来以后给他把冰那冰那习主席有几位执事你来一个就弄你的金木店有我们的长老在天庆长老你来以后过习主席弄你的去不奉还有我们的执事就是蔡毅蔡都恩你来以后过习主席弄你的去拉路还有我们的执事昌德恩你来以后过习主席弄你的去沙洲还有我们的执事陈胜恩你来以后过习主席弄你的达尼尼你来以后过不少还有尤娜还有尤娜胜利是你那好意我看都封城了嘛真的随便被人感动因为好意但都看过好意在我在这里注目的时候我看一下他们原来今天还有很高他们所做的风在神面前哦不不买那么有用的面他们一点欢迎都没有是一个比较安努米拉哦，大家努米拉，他们呢一直到完成他所做的，我们大家让努米拉好好给他努米拉，赶紧提耶稣基督。他们所做的一切的圣功呢，带回到主耶稣。啊，你难道就修给你好耶？那如今已经七十年，完他更努米拉，那我们再一次的眺望，同样更努米拉，那我们要加添，完完更努米拉，那我们要兴起，完完努米拉，那我们要传，要接棒。你当然哦，发起发起努米拉他的那一啊，你看大家的看到，我们要从我们长辈当中呢所延续下来的，我们要做好接。사가도사이어들이들인다이신고놈이다보니까바로왔습니다믿음아나우리必须呢在信仰上呢再次眺望起来이들이구나나의보세在这个第五节不说你不落好意保罗所说的不要说你那这个跟你有很大的信仰就是呢我们心里呢无伪的这个信仰那一年你盲目容易受是来自于从你的外祖那一年你为难容易受来自于你的母亲那一年你能拿给你一直到传承到你那一年你容易受这个存积在你心里那那好一不让那个说中国人说不能发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但愿呢你所领受的再一次的眺望加添希望你当做高贵电波就修给你就是呢我在注目正逢那个是五十周年的时候就修给你佛佛也提了好一阿弥耶加阿弥基督弥提利当时呢面对五十周年呢这个五十周年的刊物策划这些所有的工作的安排民主路高速路慢哦三里刚刚慢到大赛那我一一的呢就来到我们老弟兄老弟兄姐妹的家里来看我你必信过弄米拉你不必弄到那我就一一的请教他们呢从你初期信主的整个经历那么你是在过去路上的话你给我都哪里办案没得给你不信当时呢我连听呢做记录之后呢我一面记录呢心里非常感动的流泪三万好一我信过阿克西盖诺马托阿塞诺米达马扎那一度米达利欧盖阿托恩阿米修命主义不明用高瓦斯我们呢就是老一辈的信仰的见证呢就好比呢这个银环绕在我们的四周阿尼尼那就修给你那如今已经七十周年那一大他用代他用代三个也当年呢第四代第四代第五代的弟兄姐妹阿尼摩亚圣的米大我们再次的眺望阿罗亚圣的米大那我们要复兴起来红亚圣的米大那我们要加添那行过都米难逃逸这个信仰呢搞啊是绝不会消失。来，我们祝你到我所生产里面，如今一定的存积在我们后代的心里。什么道路第三点我们该用的米大，东马用的米大，国土中该用他妈木用的米大我们要眺望，我们要加添兴旺我们的恩赐。提摩太后书一小提摩太一章第五节，那六节在第六节，我们该把这个提波罗那提摩太当时呢，我呢嘱咐这个提摩太，上帝不能说安排的更好你必须要回顾。在六路高的高呢，你安修的说呢是呢神借着我们所来暗手。加上把以你说呢，他呢他妈木弄就是要赐给你的这个恩赐。要把你木干要如此的来眺望。
要加添，保罗是要把心望起来。你们啊，把你们摸哦，他就这样的来吩咐提摩太。然后给你高中学生的恩惠，平安于农场啊。过去呢，高中学生的恩惠在我们农场来举办，三个一个回电力啊。当时我有参加。对啊，曼尼卡库公司马库啊，当时呢啊是发自我内心的。到萨卡伊拉奥诺啊，卡林卡诺他的并不想啊，就因此呢，在那个时候呢，小小的心里呢，在眺望呢啊，有立志要当传道。他妈妈发生在当时似乎好像要被扑灭。伊拉古特隆阿伊努比乌因努嘛达塞啊，那我们长者的长辈呢，不断的鼓励我。在好伊哈多圣纳玛莱啊，马里木嘎，亚马亚山哦，就如同呢这个火一样的眺望起来一样。圣尼达巴拉阿尤萨达邦布叙耶阿达玛奈米达，就是呢我们在准备开之前呢啊，在前面熄灭的这些。玛奈布啊，达玛奈布把伊米鲁告诉他，他玛木鲁给他呢。所以说呢，神赐给我们众多的这个恩赐。那那一大波隆昌哈的那啊修改，也锻炼了我们隆昌的啊教会。用耐啊第四代、第六代、第五代，那差不多那那都修改了没啦？啊，就如同是我们教会一样的名称一样，新隆啊，就是新隆。马里莫干，马里莫干，法洛法洛，同命论的同命论。啊，不断的眺望起来啊，就是那站就成立起来。所以听啊，你看一下都，你代表都啊，他在做路。平度下啊，米南度啊，在此呢啊，代表呢利润传道啊来说感言啊，内心呢可看到你好如此啊，这个是呢啊发自内心的感动。第二呢，大以大家都跟我说出来的，萨利奥努尼达啊，法鲁瓦啊，法利木干。那我们借着做圣工呢，再次的眺望，加添希望。第二呢，以行过努尼达和法利木干努尼达阿米东啊，法鲁瓦。那我们呢啊，用信仰呢来不断的兴旺眺望起来。第零代以什么路努力达，或者说该诺巴利翁加努力达，比东岸努力达，不乱。那我们借这个恩赐呢啊，不断的眺望加添来复兴起来。巴伊尼诺内地内发起发起努力达啊，都诺哎呀，外后马都阿塞好的。伊第零代以凡出来提马努加瓦斯。啊，反正来听我那个话，我都不爱听你个屁，没有那么啊，所以说呢，我们从长辈所传承下的信仰呢，我们必须要存记在我们心里。那一个十班十官少日子，我这个地方在刚刚耶稣基督，也但愿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呢，啊，完全的归回到主耶稣的圣。阿门，阿门。谢谢啊，历任的诸牧传道的勉励，用炉火眺望起来，愿神能够继续恩待。施恩来祝福隆昌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继续教会严格，我们请曾俊虎长老。好，回到我那里阿比赛那里提摩来那里迪拜，我就是我回到好我所以那个布隆来以后大家平安。来自于北部、中部、南部的弟兄姐妹，以及我们长老还有执事，大家平安。特别感谢好多华侨，大家好啊。我都我们好多教会啊，大家对他好啊，没什么。都啊，都没人好，一点点以农场还能啊教会。啊，我特别感谢我们众多弟兄姐妹来参加我们隆昌教会的七十周年的特别感恩机会。啊，一定的比多啊，不罗，他的安排上是来多，一定好多，一定好多，我们企业什么，他都摆正，那大家也好啊，每一个来都是那个，他都叫是那个，是个，还有那时候还听来多，马拉外那边的安尼尔那个神话。啊，在这个七十周年呢，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带领，以及我们众弟兄姐妹的代祷之下呢，我们才可以顺利的来举办这个七十周年。这个一点点好处呢，我们的好多农场啊，给我带好运，我看到好多一点的耶稣基督，我都来努力发那好的呢。啊，隆昌教会成立呢，啊，他整个的教会的格言呢，再次来向诸位弟兄姐妹来做告知。我们那个 CBS 教会还在做，没有好会参加。一点点，1917年，一点点到了北京，好吧，这边。那我们真耶稣教会的成立呢，是在大陆1917年在北京成立。啊，还得到1926年啊，就传入台湾。啊，在1926年呢，福音传到我们台湾。这个在这都一个地方二啊，教会好会。一定来好
1947年，福音传到美国呢是1947年。那我们如果好过这个的，依然都好过的哦。你看，老师啊，带来一点点美和啊，有感。当时呢，福音传到美和地区，上班好一个好的啊，上一个那是大陆。那因为呢，美和呢，有一个弟兄叫林泰达，什么？我记得以农场好啊，两个好一，我来好不是那不得那一点点美和。因为农场的弟兄姐妹呢，有很多。美和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他们的亲戚，所以你好为带领这个好好像好多福音。当时呢，林泰弟兄呢来到我们农场来传福音。什么？我那个东边好多美和好为，那你在好多一个彰化县西湖教会及完全山，还在来好啊，把大家呢好的不多吧，送到给大家当时呢，福音传到美和呢，是有一个西湖教会的一个阮前山弟兄，因为那个时候呢，政府在日据时代呢，被称为京夫。因为呢，林泰弟兄呢，起初他是信那个优华见证人。这个我发了多一个他的新耶稣教会是好运。当他知道呢有这个真耶稣教会，一个好运，一个好福，把他说给好运了。当时呢，他听了之后呢，就生气，说：“我们多少努力了，把带领出来，给你带领了。”因此呢，他把这个道理呢，就传扬到我们这个地区。说了啊，好运带领一路嘛，好多那里邻近的，他的来好了都收购啊，罗马。他首先呢，把这个宝贵的福音呢传到这个林进德的这个家庭。这个那个啊，技术多的让安德的好运，好啊，他是不灵动。当时呢，林进德这个家人呢，听了道理的时候相信了。这个我家做了好故事啊，我讲一下。因此呢，他就告诉他的亲戚了。这个一定是好一的，啥的不好，因为我这个朋友因此呢，就那个时候就听了之后呢，很多人就一一的来相信了。但是那个一个好友，我那个是林泰达的好友，大家有个好啊，你啊，他心情怎么样？当时呢，林泰达弟兄呢，就常常呢来到我们这个地，这个龙山这个地方来开始传福音做见证。是一路上不好运，一路不好过去，大要去李信主，还在那啊，我们的李宠。传道之后呢，陆续呢有一个李信主就是呢来做牧养的工作，是好的商量都到路上他们在好上班，然后去公共，他都去拿药。当时呢跟他一起来的有两位我到出来后，你把巴拉米瓦萨我为了好大家这两位随跟随的是他只负责雕丝唱诗，然后是林泰达都是李信主，我们的好爷感谢。当时呢就是林泰达跟李信主呢他们负责来讲道。啊，真好，好了，好不离的哦，把一点点都给他们好爷是个好爷，就反正希望都不论都以信主来晒。那个时候呢，他们在这个一个月的在讲道呢。当时呢，将近有90名来信主。一共是不好一点点把心里的都打腰。当时呢，这个林太郎弟兄呢，就将真相信了把他们受洗了。上万的好位，把心里的好位，我还不把那啥那个那个好位，下来一个这个就一个把心里下来我的真爱。因为当时呢，有关于这个受洗的整个过程，他不太了解。就是呢，就是他们刚受洗的时候呢，就是赤身裸体来下水受洗。对，那我好想把好运用虚构，对，是这样。他说呢，这样就表示有信心的受洗。你的功劳好，辛苦哪里来？如果是呢，穿着衣服的话呢，要受洗表示他没有信心了。对，很多好多把心态一变。当时就很多人相信来受洗了。那我不好运，哎呀，我一个在东边的那教会。自己小弟呢在成立教会之前我已经受洗了。我们不好不算好运，民国34年4月15号
我出生日期是民国三十四年四月十五号。把新的一个不好，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十号。啊，我受洗呢是民国三十四年呢十月十一号。啊，哇哇，我的天啊！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是婴孩，所以我成立我教会呢还是民国三十六年。哎，民国三十六年。啊，那教会呢成立是民国三十六年。哎呀，我要把成立我教会多不好啊！啊，没信心嘛。啊，所以说呢，教会成立之前呢，我已经先相信了。所以说一定有农场教会买的来的话信件啊，所以说他想起来呢，我可以说是呢，是老信徒了，所以感谢主，是的，那是好运，一定能传到我们的老信件啊，那感谢主呢，啊，信徒呢，我们传开之后，很多人很多信徒了，他那个1946年就是民国三十五年。啊，到1946年，民国35年的时候，三个上班好运，反正他一个不新家，我三个上班好运，这个工作都罢，上班好多人哦，去挖菜。哦，那个时候呢，啊，信徒，相信的信徒越来越多，那个时候呢，也得处了啊，这个丰年祭，也不喝酒，不抽烟了。这个我比他那个时候过好运，晚上你烧了他们多一顿上。啊，当时的这些部落的这些呢，啊，这些耆老的众人呀，为什么不参加丰年祭了？不过好不在的啊，当时呢就开始有这个避祸了。后来那个就舅妈，好啊，不然担心那个辛苦。就是有一个啊，在成都当警察的这个啊舅妈，这个人乌鸦都大，那就大概乌鸦啊，这个人呢啊，真的是被教会有很大的逼迫。我爸爸好像一个好麻烦，就在那里辛苦啊。有的信徒呢啊，就是被抓了，被关到成都分局。蔡天信长老啊，这个蔡天信长老及许宗顺执事啊，许啊这个许宗顺执事。我罗巴说不好去王兴富，去打不罗多兰啊，就是呢大桥的这个王兴富啊，都兰的王兴富啊，我那杀不了好去带点辛苦嘛，把你带啊，他们呢啊被抓到啊，成功警察局被关了。说了好多的蔡长老好以后啊，蔡长老呢他啊在啊他活着的时候呢，他一定要拉了啊，完全没有好过，给他 step 把这个人好给带上来。哦，他说呢，那个时候受大逼迫的时候，我亲眼看到这个蔡宗顺执事呢被鞭打。这个啊，那敌人哪里来着？哦，他前身被打得遍地鳞伤了。这个如果那个时候那个好运还在辛苦，一个还有个地气分局那人家来好运啊，你写那子啊，有的信徒呢受逼迫呢啊，就是呢在这个地气这个分局前面有一个山坡路呢来做苦工。你上过这样把你给这个还好干，你上过练一遍。啊，那这些啊年长的啊，这个我们老信徒呢，当时他们也受这样的逼迫。啊，是不是他们在面对太大辛苦？哦，他说呢，我们从隆昌呢啊走路走到成功啊，地瓜都不饿，都哈吃了后啊干的。哦，当时的午餐呢，就拿着这个地瓜来做自己的午餐了，是吧？一个人好，你不盖上啊，干死了你不盖。啊，当时呢回来就从成功呢，也跟也是一样走路的回到隆昌，是吧？哎，不过大概都好不快点啊！所以当时呢，啊，遇到这么大的逼迫，还有大概好不快好一会儿呢，把人的该回国的有信心啊！虽然是那个时候遇到很大的逼迫呢，反而信徒呢，反而是加添了。这个一点点好一点，还有信心，把敌人杀了也都不要改变了的。啊，那因此呢，信徒呢，人数越来越众多呢，啊，在我们就是我们的右手边这个地方呢，就把城里教会都要改一些好启动效果。啊，当时成立教会呢是起刀手，你说起刀手刀是不到五岁的高一啊。当时成立起刀手呢，我大概是在五六岁的时候，不说起刀手还不大啊，在外面呢东跑西跑，这人还不说一个好姨，那你胸大。哦，当时呢，在我印象中呢，弟兄姐妹非常的勤快的来聚会，都要打来不好快好一一定比好快的第二。哦，当时呢，虽然我们部落呢遇到很大的逼迫，马达佬不怕他也按你胸大。啊，因为呢晚间聚会呢怕被抓，赶你个烂三级不怕好你胸大呀。在凌晨的时候呢，三点就起来聚会了。而说不定朝马达佬好都飞到来。啊，在安息日的时候呢，啊怕说众这个部落的人知道，等于你五马图图。不山好啊，没修改啊，就到田里甚至甘蔗园来做聚会。哎，对了，哎，好，一次好多山，
他好啊信教哦，当时呢提出的信徒的信仰是这么坚定。马上来都信徒现在丢盖啊，回想起来就如同使徒时代信仰一样。啊，信教好娱乐不过大概好盖哦，就是呢我们信徒加添之后呢啊，这个逼迫呢啊，面对更大的逼迫。啊，来丢盖好节制节制，反正过好了，等到好没有信教啊，教会被兴建了之后呢，弟兄姐妹的信心呢更坚定更坚强。没有看到好位阿罗马就信教。啊，就是呢，之后呢，我们信徒啊，信徒数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的，大陆我们收收盖啊。当时呢，林泰兰弟兄呢就告诉了总会，是吧？收盖多好哩，有了不好啊，带领少啊哩，好啊，你寻木啊，我也坐下啊。当时呢，总会呢就派了传道来到东部来做寻木。是那个啦，带好哩啊啊，也坐下好上啊，塞些蜜啊，就是呢，最起初的传道就蔡圣敏长老啊，原来他吧。快让几百个人多变给他好几出金步然后说好几步的出金步不好多变给他的好然后好就是大概在那起初呢还有一个被拆派过来的这个传道人叫出金步但我也不是我不想的我说把啥的话题陈胜公子是另外一个是陈胜公子是就是不好啊，就用我们母语来说呢，就是什么家言，话话你都不能很熟悉啊，因为这个师事呢比较年长的啊，超过人家也做教了。哦，可是呢，讲话声音非常的洪亮。说到启发派呀，现在对的立山教会好啊，啥尴尬啊？因为他请了立山教会的姐妹作为妻子。哎，这我平常都是立山教会好远啊，外国你看啊。当时呢，我在立山教会注目的时候，他的儿女已经长大了。啊，外国啥尴尬没有很多啊？因为这个执事呢，已经门主恩召了，是吧？哎，非常好，原来是陈喜元，他叫娃娃，他过来的太太呀。啊，他有一个儿子呢，叫陈喜元。我那阵多好过，我那还。农场教会啊，在当时呢，啊，就是比较常来到我们农场教会来牧养。是啊，我那多少大多都能参与，甚至都还有参与的把那里都收盖。那因此呢，这个林太郎弟兄还有李信竹呢，啊，弟兄呢，啊，就是总会就没有参与。那就不塞那边是安古达的，大概也好过那些大多的，你会的。这个林太郎弟兄呢，大约有两年的时间呢，啊，在我们农村地方呢传福音讲道。那所以这个号位，多比人多过民国三十六年，多比人教会号位。啊，在民国三十六年的时候，教会就成立了。所以的话，我信教的号位差不多二十多米哈。当时的信徒两百多米，当时的信徒数是两百多米。这个一定的好，我都关注信教啊，在当时呢，信徒还不断的加增了。这个一定是不好的，一九五零年，就是民国三十九年啊，在一九零年，民国三十九年，是吧？一个国他办的也好，那也好谁的啊？那个是圣灵的啊，大动工啊，一个国他办的奇迹啊，是吧？当时呢，啊，有神奇事的显明，一个好把别人都打来，把他打好的，马来。当时呢，虽然是啊，就是呢，生了大病、重病之后呢，人主的医治。哦，为那号的昌子氏啊，就是呢，昌子氏的母亲，也是阿妈的昌子阿弟弟啊，就是呢，我们现今的昌子氏的主人家，他的前面号的呀，来六啊，当时呢他就得了这个耳朵上的麻风，耳朵上的麻风病。结果你心情嘛，真的好不来耶！啊，他信主之后就得到医治了。如果说不好为，去来去城中院哈，这个三十号就得了好为，大概多少来呗？啊，就是城中院上岁的时候，他得到重病。结果一努力，看不出来，好不来。哦，弟兄姐妹同心，可以祷告他得到医治了。如果说不好为，两个弟兄来，要去昌中信。打工，还有坐在前面的就是呢，昌中信执事呢，不是，昌中信弟兄，因为他瞎眼了他也非常勤快来到教会聚会，所以说一定好马太好过他的来了，他当时就得到医治了，所以一定得好一上半年，把。普遍认为比弟弟好过三个都上第二间教会啊，在那个时候呢，就第二间教会就成立了，是吧？普遍认为教会都在好于1951年是第二间的教会啊，第
第六间的会堂是1951年成立的，哎，所以是10年。但民国40年，巴蒂利尼亚号已不大了。当时呢，建造当时的这个会堂是用这个瓦，这个铁皮屋，上面还有钢板，还有铁皮。因为在建筑那个时候是非常紧密的。如果是一道台风之后呢，被刮崩之后呢，就是。 受了很大的受损，啊，下个一定还会发布新教会，让那个教会啊，因为当时信徒呢，不断的增加了。在下个民国五六年，还会就是把这个教会啊，开一部分的啊，二部分，还会啊，民国52年呢，就再次的啊，来新建我们现在所坐落的、所看到的教会。说到教会，都在还会有59年的教会，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所新建这个教会已将近在50几年了。那。 我外国本地的是新加坡，我们看看呢，其他邻近的教会已经没有这个木质的这个窗户了。哎，好的，明白了，对不对？就是呢，特别的啊，叮咛说呢，这个不要搬新了。是的，是的，哎，那听下我们的，那因为这个木质的窗户呢，是有它历史的价值。所以你觉得还会，有没有什么教会怎么样？还会，这个教会成立起来之后，还得反正信的也好，6万多位的。 当时的信徒数是呢，大约600多位，一定要好有在当时哈，沙都萨啊，大概教会对不对？那在当时呢，可以说我们东南东部呢是东南西是第二间大教会，沙个沙大的教会是成功教会，当时最大教会是成功教会，洛萨鲁迪的爱，就接着呢是我们隆昌教会，那是在隆昌教会已经是第八大的教会，上海还会，包括还会，给你一定还会，啊，如果呢，都带了一大包好礼物搞啊，有主耶稣特别的啊大能力，在新建过程当中，我今天就叫在十几万，当时我们建筑基金才十几万，我预计不少把这个二块要30几万，当时呢预计总工程款是要30几万，结果好亏数，结果呢没有前面那么多钱，我水都少一个老毛病，个人反正不教改，当时呢弟兄姐妹所种的这个香茅草呢，请教会来做歌啊，多好的来做好，一斤有几万，一斤40块，哇，塞的挺喜欢，在那个时候呢，这个香茅有的话呢，一斤才40块而已，那边个，好多我说一个不教改都，我水一定要炸，他真的好夸张哦，希望如果说。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呢，当时我们建立这个教会呢，主耶稣基督大能的帮助。所以他会一定好多年了，才能开拓这个。所以说呢，在当时呢，这个这么非常好的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说到独立的时候，你好，我外婆啦，大家要独立开大店，说到吧。就成立这个教会呢，那个时候呢，俄罗斯传道团呢是还没有新建。哎，你看到独立的那边，这个教会，哪里来？后头的大家要传道吧。过了几年之后呢，前面的这个传道团再次的新建了。是啊，还是很大，还有多少开拓这个量。所以说呢，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教会呢，就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后来，一定的教会，虽然呢，还给大家一个教会。所以说呢，虽然教会是非常的大，但是新建的这个教会在巴蒂纳。
当中看到很多位的青年呢，来去这个游行啊，就是各路各样好好外出的青年，是的，这一切呢都是外出的回来的青年啊。我们什么好那我们这个爱马路的，我们这个爱邻居爱的，还有呢，甚至呢在原乡的年长者呢也跟着这样子刷油漆啊。还有很多人好过这个哪里这样像他上午把你等待啊，就年长者，年长者的会不会说我年纪老迈了不做这样的工作？哎，你等好过跟他呀，那个好过还有古代吧？他们心思想说呢，我一定要活到老做到老，所以让他更好一点。哎，他们的心活落地等于更好一点，一定得好一点，哇！他的年纪要好过，干嘛哎也好啊，有了好过他的好啊，辛苦了呢。啊，回想起来呢，如果是没有我们老一辈的信仰，到了如今年轻的信仰还会如此这样的传承吗？是的，他的好多多多比感谢好多，比我的好多我们好多的样子。那以上呢，我一的来说明我们教会整个严格的成立。所以一定的好多的我们所有少年好多有成就的传道。刚才呢，陈建龙传道他也诉说过了，民国六十年之前啊，哪要好多的好多。啊，看他的那天都像我们教会。民国六十年前的时候呢，注目传道呢是就是用牧区制的方式呢来去牧养教会。这老天，你辛苦了，你那一边哇，我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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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哦，那甚至呢，他们所牧会的青年从成功到美德，甚至到金轮。那那个民国六九年，一部分的好兄弟来做安排，我这部下午当做非常非常交代。就是呢，民国六十年之后呢，已经有被安排呢传到他负责几间的教会。所以今天好，我去白天做联络下，做游戏。时间一下好啊，你可以通过好多交代。因此呢，我们长子传道这样子来牧养教会，对，是吧？一定是好多，赶快好多交代他的呢。因此呢，教会成长一直到如今了。我宗教教义都念不好，我也不去往外。因为宗教教义呢，现在孩子也不多了。哎，我外好友来给你设定。那就可以深藏抱佛的当着住都住在北部，但是目前外部宗教教聚会一点点所以说呢在龙山教会目前呢没有宗教教义龙山的好一点好一百里峰动物小区那我动物小区呢就可能集中在金昌教会所以好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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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是人数不多可是呢非常的认真的教导这个包括我妈妈我一定要有天我有该当时呢我在云游的时候呢我想到呢我们教会是在就是这个西边的地方还有那个双腰那我的头发打光了当时我的母亲对我这样说谁拿着我的手盖要认真的机会大家还有多少都一定要听过他说的天国有很多的这个黑塔一定好以来你们有看因为在当时呢是没有谈过可知啊我不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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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为呢我们老人家那个时候呢唯一给我孩子吃的糖果是来自于土壤呢所残留下来的还没上到六港包还不完当时呢我们年幼的时候我们吃的都非常高兴的所以六港包方便那么的有关当时呢我在年幼的非常认真的机会学来好好的来给我我们不是说将来呢到天国就非常可以吃的这个你这个好一旦我想你爹比好我们有几个好是因为在你爱情那几个好然后比爹爹大搞得多跟你给我外面一种感觉才能进那当时呢我就放心呢这个林爱楚还有几个姐妹呢我们从学校回来先到这边祷告完之后再回去哎呀，我想我盖这个，还是很不错。哎，但是我们给我盖在这地边，你再好啊，你努力盖。也包括我的妻子呢，我们祷告完之后再回去。好了，要不我把他领个挂历的嘛？骰子好不？看得起点。可能因为当时很单纯呢，想说呢，将来到天国呢。有这么多的福气感谢主今天好运我们一做到不能够台上不能够交代那教会呢已经成立70多年了对是的今天好运一定一股好多然后
또 이런 소가 또 이상하고 생각하는 신자 아니니 就是回顾我们初期的弟兄姐妹的信仰，特别是他们的对象，我们就是这个信仰。还有我们长老传道，这个牧羊的带领，给你拉回来的，他们的好意，给你好意，然后让你们家，他们所付出的一些心血，如今我们看到的非常的清楚。再来，一个都抛一，哦，一个好意，三个走，提下来，飘往起来，都要喊你，啊，反正好，我都不能，我都不能，我都不能。 就如同呢，我们的主题就是在眺望，就如火火一样的不断的眺望，一股好啊，一股都超，一个，当然呢，荣耀大会先权的荣耀，好，但是呢，都那个也什么，来高级绝书记录的圣，那以上呢做这样严格的报告。 好，谢谢，曾经虎长老的教会领导，感谢主，荣昌教会还在十大里面，哎，正好算第八大，荣昌教会算很大的。好，接下来是献诗，请在地的荣昌教会的年长者，用感恩的诗歌。 回顾主耶稣的恩典，大部分都是在一代或是第二代，信仰。那么我荣昌的教会好，我们还阿弥达拉丢，我的等爱多加固，主古来多加固，这个是值得我们对侍奉的一种精神值得我们弟兄姐妹。 学习的一个好的榜样。能跟他们那么的真爱，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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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第一首要唱的起来跟从主耶稣，第二首摇摆的人生，好，我们来听。Thank you.
富有精神的一首诗歌，就是感动。我们再一次的来掌声，谢谢。70周年，修改这个山，然后就要来等待。你们当地都小心了，干嘛？我来丢，我也好不好？把车上我的那米当，马路旁边的我阿米上来丢，啊，因为还能好哩，给上来不好做，那我喊你，哦，那我上岸，我来呀。好了，你不小心，我在打理。你走路，你走路，还有毛毛多，啊，那你想嘛，走路，我上阿弥阿拉丘古地，我那天我们去打理的，那么，那看到我在那山里打工，奶奶，我今天我到我上铺，我们去我们屋里等来，那我今天在那放哪里？打理打工。好，接下来是正道，我们请岳雄的传道。奉主圣名正道，你可以翻译成那个耶稣那个不认识的阿卡西。首先在这里献上对神的感恩。亚亚努玛哥阿弥达斯卡托托麦哥达哈那奈阿弥古米努高瓦斯，因为这一切都是由他而赏赐给你。什么那改组，那那一来听你啊，把他把人打高啊，什么礼拜一礼，来这里再次向我们隆昌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啊，比如这个哥啊，米夏亚哥阿罗曼诺，跟你爸爸那个是什么？我们所有来到这里的亲朋好友、主内弟兄姐妹，他都在你阿罗米三代，他们来啊，他是刚刚那个干嘛？所有的长老、执事、负责人、传道同工。九楼多，顶多下多，乃至九七多，大家平安啊，大家平安。今天在农场，深深的感恩，也非常感动的时刻。啊，这个阿弥勒，我们阿弥，今天也跟你帮了，我都跟我们感谢，我们鼓励，成为了高瓦斯70年神恩，丰丰富富在农场。别多阿波罗阿弥陀赞，阿弥陀佛们。不都因为我们公民社会很高啊！刚刚我们曾长老来做教会严格来看啊，一点点比东西了啊，罗杰罗美达啊，都麻痹那么多那什么？不论是在建堂，不论是在各个方面的宣道牧养啊，一点点比巴蒂那么教改的美达，他都被保罗保罗相互呼应，都充满神恩的啊！一点点不看多么是农民公民社会很高啊！不单是为了听我的黑糖啊，这个第二在第二点，第二点菩萨堕落啊，落天宫，感谢啊，当然很感谢。那我们更感动的啊，我刚刚多么努啊努力带，刚刚啊，我们看到我们隆昌的第一个师范，这些我们老长辈啊，马龙努力带，我都会把这盘塞他呢啊，他学华人努力带，个个持着拐杖。一步一脚印来到我们孩子面前来歌颂唱啊，长大的你好给生来不都懂来哦，中国啊，他是布拉瓦啊，摩拉卡特的大药罗布隆罗萨里刚刚，我一直在想啊，结果都没给上帝固定过那个画面，那个时候我会像他们一样，还在神面前、众人面前来献上颂赞的。感恩啊！阿拉哈迪呢？我们读阿什么哈迪呢？他家阿玛罗赞赞安安啊！你鼓励，你感谢，我们鼓励社会很高啊！我们前天的时候特别赏赐恩典，祝福我们这些农场的长辈啊！今天都跟我别困难嘞，都跟我屁股很高啊，都跟我们阿塞阿塞的刚刚的味道。七在圣经啊，一拿笔读啊，别人听完再做账，真的是象征神赐。救赎之恩的一个数字啊，我都看到哦啊，你把这样的高什么美国币，它都收贵那边了，过来移民那边了。圣经最早出现七这个数字
所以呢，马上特别给你还在主上的那比度啊，比例，也就是神在创造天地万物一到六天暗起美好的时刻啊，这个比例比质量高，跟大半个格兰来说嘛，还比那那那那那比度还能来第七天啊，这个比度啊，容易啊，神特别在圣经里头讲说啊，这个给你还在主上，我到我到那边是格兰登他先写了一切的工作啊，这个把沙都干旱都过干出来了嘛，但是在这个七日的时刻，你容易来的这个比度啊，容易啊。神要四谷这日啊，一定的不能够比西谷不能高，都要努力啊。不但是四谷这日啊，做过比西谷不管什么高，要努力啊。说啊，这个他一定不说了，反正他要定这日为圣日啊。这个一定的比你对的高，或是比四谷高，我就不能够达到那个努力啊。这个记住啊，当然没关系啊，我没故意的。这是教会借着圣灵感动的启示啊。什么人物给都行的是教会来，一定反正出他不能被洗脑闹动嘛，把定的都遵守来，遵守在这个圣的里头来聚会歌颂赞美神。一定不是我们高高不动来比对的没得啊，比机构的没得不动来烧因为这是神所赐福。定为圣洁的一份日子啊！什么人我们是更多多是他们的是不管多是把他们来荣耀。神更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当下啊！什么人的你知道多是把摩西人啊，因为几不多啊，可能就是那个不平老了，那个马上上来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啊，已经不能被把新话归第二方面去说了。他说你们要计算七十个。七年啊，现在搞个那个嘛，阿里比上，伊拉比多，他们那意思个比多啊，不乱啊。为什么呢？我那还是还给在里面这边亲就被提到啊，什么你你别给一点不多来，我把你包住，你要不行了。因为政治是一个喜年啊，什么不要鲁米阿他那那业务给你八个呀，没赚了鲁米阿是象征着今天我们丰丰富富、满满足足在神。领受喜年之恩啊！说到不劳地关系，那我明白一点，说罗马高啊，阿们来，你阿拉发来给他们打开门来，你鼓励啊，社会有高啊。所以我相信啊，这个把双眼蒙我们龙山教会也能够在这个七十年的成立教会的同时，哦，我跟刚刚阿们阿谁个个，一定不是哎呀，你打开那比多啊，不劳没赚，阿们来一，你还没还发来给他们鼓励。我们来基金。特别感恩之至啊，是个啊，马斯特公民的那罗密啊，啊，你看一下啊，我都还比公民神为我们是我们在神的喜年里头啊，什么人嘛，我们是一个嘛，啥罗曼诺啊，你把他啊，卢卡瓦斯七十年啊，你那比多啊，不落阿比扎，对以色列人来说啊，阿罗来因为以色列路过的话，你把那是他们。值得去纪念的一个日子啊！我都说了，哦，今天怎么样？不然我们啊，来来，根据耶利米先知的预言啊，然后呢，今天耶利米啊，来有点像不对，后来哎呦，来了，当以色列人被巴比伦来灭亡，要荒凉七十年的时刻啊，上个月拿了个布，把比如一件一啊，上个月啊，比多啊，不乱战，你神界的先知耶利米清楚的来告召他们。啊，这个伊拉伯托拉诺高瓦斯布有根线啊，把西方拉回到了你爹。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里面清楚的记载，在耶利米书伊拉伯托拉把西方拉给你。巴比伦荒凉七十年满的之后，啊，上代古拉巴比伦还把还是不比多啊，不如这一部分。神说我要再一次来眷顾你们，回到此地。啊，伊拉伯托拉把说了，高瓦斯一部分。这个伊拉克都不买哦，比格林都买过，阿巴蒂布林巴巴巴代人。我要让你们在这个地在承受平安之福啊！所以咱们罗安那么好呢，阿尼亚罗伊巴比都买过，都不买哦，你巴哈哦，什么人？我们被主耶稣拣选之后啊，这个我跟大家嘛信心不高啊，什么罗啊，你别来。在属灵里，我们都是。以色列啊，现在以色列马上努力给地，他们都不管努力给地，还是为了地。在世上遇到何等的困难、危险跟艰苦，马龙给带的是个啊，马兰多他们把地开了那个阿帕勒斯啊，都挖走了。神在他的时刻，也在的时候，都会再再宣告我们喜年恩典之日啊！伊拉克他们，我把西班牙告死。啊，我都认为哦，你爸爸媳妇不能考虑一点，所以我们记住子啊，
起来。啊，萨克阿罗迪古鲁达美巴拉登阿巴苏。其实我们是都走在恩典之路。啊，萨克给带伊古拉卡泰丁尼丁尼米西古关高斯南的阿拉人眺望其实。啊，萨克巴罗什那边的跟他比都图拉面在。这是我们这次隆昌，来七十周年所立的。所定的一个目标，也都是那个一点一点，啊，别那个米达，我都是那个多多罗赞，他听我教解，看那题目米达，东南区教会，我那米达已经东南部啊，都教了。隆昌之前是排第二位，啊，我记得，哦，格林方个教解，看那听个大概，个大概我教解，我是个都是啊大概教解，现在已经排108个，啊，这个都啊，你这个都也，我是个八路大大概教解，之前盛况。200多位的信啊，一定要我搞我们的神父们的哎，你看过啊，都是无论搞了宗教教义示范的权利啊，我神父们那边的啊，都我感谢他们那边的吧，在我的记忆里头，啊，一定有把它承认了。哎，隆昌的示范在东南区，也在当时或是是一个像非常有名气的示范啊，是的，一定要给到我感谢他们那边的把它承认到。带你来过，都准备我难呢，马天龙马哥。所以我小时候很喜欢来庐山。啊，现在的啊，有大有名，咱们马哥的啊，得了毛来主干，等于是全班的。就是我们的正经庐山。啊，什么的，我咱们电路线里面第二位啊，是安那拉电路线。那时候明明还看过小汽车。啊，什么的，好啊，明明还看过河娃娃的店。啊，当然没关系，我们会回顾从前。想到现在，啊，这个一定不能够被设定的。第二个，第二个，阿什么都感谢阿耶和华阿明。阿弥陀佛。感谢刚刚我们的长辈的诗班所献的诗歌一样。啊，马勒扎，啊，都不能比当时更表里是 no， 我都发誓你。像他们站在这里献身的精神一样。我们人家有了你的，啊，当时更爱护我们的格拉亚。谁责任？你马勒扎，有了你的哈，首先你发了作品的。啊，谁责任？你那一跑路转了没打？我不要去心里眺望了，坚强起来。哦，上次要跑路转了，赶紧跑路转了没打？哎，跑路转了没打？刚刚我们的金融传道已经说到眺望，在保罗提醒提摩太的这段话啊，伊拉个都认为我比阿卡西干什么啊？点头下来，这根基啊，在我把那个哦，你不如去提摩太阿拉那里，你辛苦了没打？哎，跑路转了七。啊，停不在过去了，一秀诺，在这段里头，三个一南龙马没了，我们要眺望起来。啊，三个一佛罗伦的名单，主从前那样的丰厚跟有恩典的福分。哦，马路站一定要红下面，然后两个名单放在上班的日子，不可能搞错。就内在神似的。啊，我大他妈那好了呢，我们是不不按高啊。保罗说，告诉听们，你要把从神似。案例的恩，这个恩是如火眺望啊！伊拉不同的巴黎嘛，哦，你不咯？那是天国在那哈那那耶，伊滴那边安修了嘛？我哈的那家，但嘛我们都没说哈那巴黎咋子古拉嘛啦，人人啊罗马。那我们抓到这样的一个重点时候，阿罗马嘛，怎么能够跟他打他妈那哈那那耶？神保罗接着告诉天门说，神是的恩赐是，哎，不是胆怯。啊，什么人呢？老说的关键是，我不要搞我看看那里怎么么努力做过来去安慰啊，把大老板的马路这儿是刚强的啊，我不要搞我看看那里等不得。好像当时候，耶稣呀要接替摩西的工作啊，马路这儿一定要好去，尤其话看看那里马路这儿那个那么比摩西的啊，摩西呢还啊。耶稣也很害怕啊！一定要说多接耶稣呀，他们米下，哎呦啊，家里不如说神让我告诉耶稣啊，什么人不突然哦，把什么让我告诉耶稣呀？耶稣要进一张地界去啊！一定耶稣要给闹一宿了，但一生神说，我岂没有告诉你啊？你要不说，你告诉哦，在那不求让你嘛，我给说好，也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我跟你说，阿达达罗，阿达加里，你当。刚强壮啊！现在一点点不能做东西啊，怎么都啊，怎么弄不能做还没说。因为你往哪里去啊？俺们咋做不来干？你说我也必往哪里啊？这个我干不出去，马上上班去。因为你在那里，你在哪里啊？俺们主啊，不都碰来哦？干么乱？他在那里没说，我也在那啊！这个应该不算你后半的哦，马上再不俺们上班去算了。这是神
给我们应许之恩啊！我们哈拉奈伊，我们哈伊阿诺高斯哈拉奈啊，美国兵鼓励呢，所以我们当初何呢？啊，这个我们当初对什么呢？不都对我们哈拉奈伊的彼得长老所告诉我们的这句话，做我们彼此的，做我们隆昌教弟兄姐妹。以及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做分享。这个一定义啊，我把你们我，你别丢啊，绝我，他们来不外过边，把你我听到。彼得后书三章十七节啊，彼得后书喏三秀，彼得讲说啊，一路不算你别丢。亲爱的弟兄们，把你们那么夸张的看，你既然预先知道这样的事情啊，这个也还要不通过，反正你是给他看吧，就当防备。啊，所以其他国家来过来，哎呦，没说啊，没准备，恐怕被恶人的聪明诱惑，啊，这个啊，其他国家来，我比啥期待还难嘞，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堕落了，坠落了。那你那一张覆盖辛苦的面单啊，打了地沟洞，我辛苦的面单八天，一定就发生。所以我们要在主救主的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知识上要有长进啊！这个古希腊语嘛，小罗马的耶稣基督要比国民中的发表达那么那个啊，马扎克感恩机会不是就活在感恩里啊！这个一定比感恩修改里面的，再一个一定一看一比感谢国民国民党要用感恩的基础，更能够眺望。在往前啊，来今天一也没感谢，阿拉没我们说要更高啊，我单人在那边打，我们玩儿的，彼得告诉啊，伊拉不说你别丢你的来今天，让我们可以去长进追求啊，伊拉不都是啊，我都弄来我啊，神的恩典，神的知识啊，我都弄来讲，没我们不高啊，阿多亚单人高啊，期盼我们新年之后啊，然后一啊，你像阿飞那好了还没来，咱你过了一过从前啊，已经不都在沙地过对不对？啥子啊？变好新的味。你下一个跟他婆罗海面站，眺望七十啊，保罗兄弟们带跟他彼得啊，婆罗海面站，在神的恩典知识上彼此追求长啊，马萨罗曼，耶稣基督不都在搞弄啊，不辛苦了没得彼得了，这些话说彼此女啊，这个你那不都让被摆正了嘛？过啊，摆那不弄就该我隆昌教会所有人啊，一定是必须不过我弄弄，把你放到哪上面？不弄所有人，众弟兄姐妹。平安顺利啊！好多不论那是那个第三界，还是那一那个黑暗很高兴，别乱行了啊！哦，你怕？阿门。好，谢谢叶传道的勉励，感谢主啊！说实在的，七十年真的是不容易，能够七十年当中什么恩典，点点滴滴都滴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今天是感恩的日子。好，接下来。感言，我们请蔡天勇弟兄来说感言。只是还有我们众弟兄姐妹大家哈利路亚今天呢我们聚集在隆昌教会在此呢，我站在啊弟兄姐妹来、面对大家。大家难过苦巴的重，那我跟他站，那他听你。啊，我心里非常的高兴。我那是对，你有什么该做的，你有给我干两个，你看看。哎呀，那是不拿的，我们不拿的，你看到吗？好，那我们啊、有来质疑各地方弟兄姐妹来到这里，我心里非常高兴。我今天终于干了，我还真的还真的去，下一个我在这帮我来一下，你干啥？啊，所以说呢，我十分高兴的来面对所有的众弟兄姐妹。我干过哎，我也不干过哎，就是。今天的事，我来帮我爷爷
我当时在17岁的时候呢，福音已经传到这里了。你爹啊，那名校还没好过你，我当家有福音部。当时呢，这个日本已经投降了。你要当家有国民福音部，我也就给你一个了。当时呢，日本呢投降之后，他们已经回国了。你要当家有福音部，我还好你，我也会。当时在日系时代呢，这个日本非常的凶。我要你上福利工读报告是国家公办。那当时日系时代的信仰呢，他们的神是用纸张呢所画的呢，就分给我们。对，我的工作一个在意就好的，我的高分加上多大，国家公办高高些嘞，我的高高些多嘞。我们这个是奥秘，还没上吧？现在我们高兴了，我们到我们家喝奶。当时在日据时代的时候呢，他就拿一张纸，他就说呢，哎，我们要拜这个日本的神啊。现在介绍给你，我跟你到我们家喝奶，喝完，才趁着不容易喝完，喝完舒服，给你喝这个绿萝莉布。他为了表示，他就说呢，你们不要拜你的神，你们要拜我们日本所拜的神。他家不好的一件，我一路关押，多少这么多？我们今天不关押他好吗？那虽然是在日据时代呢，日本他也无法呢，就是在强迫要求汉人他们所拜的神。我那个一表在旁边讲，你到我还没杀我呢，我到你动物马上把手里刀砍。在当时呢，我们原住民呢，在日本统治之下之后呢，强制的统治之下呢，我们就只好去拜这个日本人所拜的神。那还叫什么拜？我都不认同，还要多少人都加到我身上的，我咋不拜？当时呢，日本人投降之后呢，他们就将这个纸张的神呢，就带回去了。日本人呢，他们要回国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纸张的神呢，把收集起来，用火把它烧了，不能随便乱丢啊。那因为我们原住民呢，在日本统治下呢，这个心理呢非常柔和，就很容易呢，被统治。因为日本投降之后呢，被国民政府赶回去了，回到他们的东京了。那当时。当时呢，日本神已经回去了，那我们原住民呢，不晓拜哪一个神呢，就到处呢在寻找呢所拜的神啊。他家很多好一家，我看到你家那个房子做啊，他都，他家没有啊，谁家家好哩？你都会做东西啊？你太阳不是有三年？那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呢，就认为是说呢，哎，就是说他也跟着平地的汉人来去拜汉人的所拜的神啊。哎呀，说话会一个五个人，哦，那是你那五个人，我那个五个人，我带来一个姑娘呀，你，我带来一个姑娘哦，不贵，姑娘就搞吧。像我们在等待的。终于呢，等待了这个福音呢，传到我们。那有一个我们的长辈叫林静的。那呢，因为呢，跟美和呢有亲戚
关心，那美和有一些弟兄姐妹来到了我们农村来关心。大家好，你今年是干部，我连你都没有，你都不做你是好心的干部。哦，把那个那个那个，阿弥陀佛，阿弥，你，那个东西都算你花钱的呀。哦，当时呢，我们听了长辈诉说神道理之后呢，我们心里非常高兴来领受。那现在我们在大家有路还在等，你这样子好比叫你，我一般会去拿拿菜。哦，当时呢，我是17岁的年龄。那这样子，就还在那个叫我一个魔鬼。我们那边都不会有白衣的那个地，哎呀，去倒数，看见没有？可是我管着你了，很尴尬。啊，当时呢，我到18岁的时候呢，就是祈祷所成立了。哎呀，我好为你家里，我打，打这么多年了，很尴尬。哦，把这个车子打没动了。当时呢，信徒呢，大发起，大发热心呢，不断为这事情来祷告。我就努力了一点，我打，我说我把你养大了，我好，你看所有的你都会，我打，我应该给你五百。当时的信心的表现呢，当要到田里工作的时候，先到教会祷告结束之后呢，那再到田里工作。我讲对，哎，这个五百好，我来最后，我你讲你多少人，啊？就到了田里之后呢，又再次一起祷告之后呢，才开始动工啊。阿爹，我叫你把那个大家都了，阿爹，我大家都了不要你。就每天的这样的工作。我说不动，哎你，你干嘛？马上不来，你到了我来我跟你，我讲，我了解。就是要吃午餐的时间呢，我们再次来到公寮来一起祷告完了之后才用餐。阿爹啊，俺先哥哥，我们也把他给你讲，哦，你都是多的有，操心的有高啊。当时我们信心的表现呢，相信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一种表现。你们欢迎，很多一个兄弟都欢迎，啊嘛，我是欢迎欢迎，老板，我是那时候没有过来讲。那人从田里回来说呢，先经过教会祷告完之后呢，再回到教啊，再回到家里，这是我们每天的例行性的工作。来，还是一家好的，你来给我去到时候你来给你搞定。搞了啊，你搞到到哪到了哪，打好了嘛？搞了啊，现在我给到时候你再一点啦。在当时呢，已经有建立就是呢祈祷所在部落里头。阿弟，哦，我是看到外公搞过一条，就拿那些搞过，他搞过一条好。哦，我看你喊我，他那个运动路。因为我那个时候呢，正是年轻17岁的时候呢，在祷告的功夫上面不断的在祷告。阿弟，一条好的，你来一条。啊，他从旧的那样子拜让，这些人就干，还在那边拜让。当时呢，在部落里头有我们的村长。我要拜让他，我从旧的，你到我们张里边，我们拜了，我一定让他这些人都过。哈哈哈哈哈！哎呀，他不如我们过去，他比没带一个人过来，一个小子没带，过来了就来了。那当时的这个村长是平地人，他家是住在呢教会所成立的祈祷所的旁边，所以他每天必须要来往经过祈祷所。至于呢，当时呢，虔诚弟兄姐妹呢，每天呢，迫切的努力，不断的祷告。啊，你来帮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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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话好。啊，
유산 받은 분은 할렐루야! 오 할렐루야 하나님 좀 기다려 주게 하옵소서. 오 할렐루야 하나님 좀 주님만의 일만 못 기다려 주게 하옵소서. 오 할렐루야 나라는 국민의 민족아니 이라 아주 못 기다려 주게 민족 바닥에 바꾸는 국가의 일이라고 아니 이라 저도 모르겠어. 유산의 아들 분의 할렐루야 저도 거기 한 번 하기라 저는 무서워하니까 就是从祈祷所经过要到四期的时候呢，甚至回来经过祈祷所，常常经常去祷告啊，你们祷哈利路亚到底是在祷告什么？当时我们的信心的坚定是如此这样的表现。 也但愿呢，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往辈的信仰呢，眺望仰望神。我们都是基督徒，都是基督徒，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高兴的是哪里？哪里？我爱主，我信哪里？阿弥，阿弥，山山的牛，高兴的是哪里？阿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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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今天呢，我们没有选择这个小路窄门的话呢？
这样的信仰呢，就是找不到得救的道路，信仰是跌倒的。 之后的信仰是败坏灭亡的。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来留心走这个窄、这个小路，那我们将来才能进到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国度。 要存记在心，一切大利就是信道理。当我们在这地方栽到瓦上，能否还是给到不被到地？是吧？没有不被到地，是吧？啊！要凭着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道理存记在心，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基础之后呢，我们才可以进到神的国度。 我在此呢，就是用道理来感念主耶稣的恩典，来吩咐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遵守神的道理。哈利路亚！弟兄啊，我们的弟兄啊，他要讲很多话，但是他的时间也刚刚好。 超过一点点，接下来是献诗，我们要请龙昌教会的外出社区献诗哈，我们要先请北区的外出青年，然后昌王的三嫂，那南区的外出社区就加入。 来一起唱。那北区社区他们第一首要唱的是《耶稣爱我》，第二首《每一天》，第三首《耶稣你我》，他们要献诗的部分。 是工业时代，几乎大家都往各地方来去谋生、工作。那在家里呢，留下了就是刚刚在地的老人啊，也在家乡啊来守护家里。现在就慢慢的来听，去做事情。
Thank you.
修，感谢主。七十年走过神的恩典，我们想想七十年，一年365天，总共有25500个日子啊。经过这样一种岁月，神的恩典不断的带领、引领我们，在生命里头的一种价值。感谢主，我们来万族社区，用这样的心来感念主耶稣的恩典。的确，我们每天都是主耶稣在带领，耶稣领我，不是我们，有智慧有聪明，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活在主耶稣的爱中，能够活到今日，然后用这样的心境感念70周年的感恩特别聚会，祝福。请刘一响长老。就是自己，我们会向天下，给众生来给我们祝福。阿弥陀佛。长老、传道，还有执事，还有我们众弟兄姐妹，大家阿弥陀佛。你刚刚没安好，从那阿弥陀佛里的，这个多少钱啊？今天呢，是我们大年初三。那给你多多隆重一个比新年没得多。在此呢，跟大家说声大家恭喜快乐。你好，我是龙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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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我们龙城教已经成立70周年了。这个已经做了多少？比多少多少年在场？做什么功夫？大家一点都。在这个70多年当中呢，有主耶稣的怜悯跟慈爱在里面。我们在此呢，跟主耶稣来祈求主耶稣的祝福。也愿呢，经过祝福之后呢，主耶稣的恩典都临到在座的每个姐妹身上。也相对的，我们龙凤教会成立70年。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请起立。会坐起立，我们一起站立来默祷。奉主耶稣圣名来祝福，在你的教会被建立在隆昌，在此呢高举前面你的圣名，也让众人呢可以看得到。在此祝福，在隆昌这个地区，来高举你的十字架，在此显明你的慈爱跟怜悯，在此祝福，你的教会被建立在隆昌。作为你的真理的柱石。在此祝福，在隆昌教会，来彰显你的道理，也让众人都可以听得到，也让众人能明确的知道。在此祝福，你的儿女在隆昌。可以作为世上的光，也让众人的一个指标。在此祝福，在隆昌的你的儿女弟兄姐妹们，来殷勤来传扬你的福音，也让众人能知道。在此祝福，就是你的教会被建立在隆昌地区，不断不断的加添你的儿女，在此祝福，你的教会被建立在隆昌地区，就真的主耶稣你与他们同在，在你的儿女所做的一切的工作，
都是你所喜悦的，都是你所喜欢的。你的儿女呢，在农场地区，来接受你的敬奉，让他们得福，在此祝福。 为了目标教会，你们上马一定干的干巴。你的教会被建立在农场地区。也让呢，不管是北部的、南部的一个指标性的教会。在此祝福，在此祝福。在今天早上，所有来参加这个盛会的你的儿女们，甚至于基部的。 再一个比老有两度两代，我们共同来接受你的祝福。在此呢，我借着来向你来祈求，众人的嘴来向你诉求，来祈求你的平安恩典。阿门，阿门，阿门。主，好，谢谢。 刘长老的祝福，唱诗。感谢主，在神的带领，我们橄榄特别聚会即将结束，在结束之前，我们仍然来唱诗歌，借着祷告向我们的这个感恩献上。 唱诗404首，原地站立，你能给他打我吗？
们领袖神在经过我们70周年以后，在今天我们从缅甸当中能够再一次再回顾我们过去我们这个非常这个这个上次的这个信仰，然后再重新再眺望起来，让我们70年以后又再一次看到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临到我们龙山教会。那么现在我们将来一起在愿神祝福我们在外面在家里的弟兄姐妹能够都非常的平安，一起归向祷告。